20年都没有涨，因为我们20年都没有涨，因为因为采这个马告是很费工，因为我们要请人手来帮忙采，那有些人是采一天就采不到一斤两毛，比较怕就是费工，就一次一斤一粒，比较费工，那就是灾害的问题，水灾的问题，就是今年的量也不是特别多。它那个价格低跟高的差到哪里？没有，我们从20年以前一直到一斤一斤都没有再涨。
请问一下，这个是生的竹桂竹笋？现采的。那这个剥完皮以后，要再煮了以后。对，剥完皮就要再煮到这样。嗯，对。啊，煮很久哦。差不多两个小时半到三个小时。我们是用木材去煮，不是用瓦斯，用木材煮的比较香。桂竹笋。那这样的话出来会不会很快的就变木质化了，就老了？这个就没有煮的。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时候你今天采最好是今天煮掉。今天就要煮掉。基本上在山上是到现场就。到现采，不然就是回去哈，你觉得天气热，回去就再泡点水，放一个桶子，可以放个两天。哦。对，给它就是不要给它干掉枯掉这样。放两天再煮。不是你这样煮就吃不好了，还是我们是现采现煮，是现采现煮比较新鲜，不然它会木质化。如果说你煮成像这样，你可以还放个冰箱，保持新鲜。放冰箱可以放个一个礼拜。对，可以保持新鲜。好，惠妹，您报一下您的贵族好吗？我帮你们，你跟阿丽拍一张。谢谢你，拍一张。宣传照，那个气势嘛，就这样子，不是在山上，是在自己这样子跑。哦，三 ，OK， 好，三，二，一，谢谢。那可以的哈，就是你别挥手。我先生，所以这个叫亚大，这个是妈妈拍照了啦，还收钱，拍照了，收钱很重要，收钱比较重要，收钱啦。